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为了联盟。嘿，后会有期。我能为你效劳吗？再见了。 我跟你们一样，明白失去亲人的锥心之痛。我父亲瓦里安国王，为了拯救人民而牺牲。他知道联盟比任何人，甚至是一国之王都还重要，因为他和其他人英勇奋战，壮烈牺牲。 我们才能办到，我们击败了燃烧军团。要缅怀这些英雄，小儿老弟，就不能绝望。回来了，坚强，生命，喜悦。我有话要跟他说，都是他们留下来的礼物。尽快，我们要好好珍惜，好好庆祝。 为了联盟，最近前往西里苏斯的哥布林出奇的多，而且数量还在增加。哥布林虽然不讨人喜欢。 但这件事一定有理由，而且理由通常都是为了钱。那部落找到了重要的东西？说的没错，这是什么？
你需要什么吗？务必小心。有事就说吧，凡事小心。你好，再见了。很高兴见到你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 先选定目标。
靠近你。先选定目标。
真高。就这样吧。你好啊，再见。我们家园的命运就在您手中，您是我们最后的，也是最看来，阿古斯的胜仗成了一场空。萨格拉斯最后的这一剑，造成的伤害远比我们看到的还要深远。我原本希望在消灭燃烧军团以后，艾泽拉斯的人民可以开始共创全新的未来，但这一剑再度让我们四分五裂。艾泽拉斯流出的生命精华，现在是联盟和部落领导人都想要抢夺的资源。大家拔刀相向，全面战争一触即发。但是我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，我不愿意跟任何一方为敌。我要回卡拉赞去跟我昔日的导师麦迪文商讨，或许在他那些古老的书籍里面有记载如何治疗世界的方法。我得走了，勇士，我们后会有期。这个世界需要我们，勇士，在这种关头能够见到朋友真好。从阿古斯回来之后，我就一直听见艾泽拉斯痛苦哀嚎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可能没有人知道，但是我们得继续尝试。又有一场风暴要来了，如果没办法治好艾泽拉斯，其他的一切都没有意义。别忘了你对艾泽拉斯的责任。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再见了。